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喺今个星期咧，我净系安排咗一场轻弹浅唱《龙的歌》直播，喺8月4日星期四夜晚黑9点钟吓，会有我哋嘅轻弹浅唱《龙的歌》第17集，系啦，呢一场咧系 YouTube 直播，系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啦。大家好，这周呢，我们安排了一场直播啊，就是在8月4日星期四晚上9点钟的轻弹浅唱《龙的歌》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轻弹浅唱《龙的歌》第17集啊，这一场是 YouTube 直播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啊。今日咧都系饮翻杯咖啡啦，早晨。系啦，大家都知道我出咗张 CD 啦吓，咁今年咧嘅8月6日嘅 HiFi 展，系啦，即系高级音响展咧，我会喺湾仔会展中心即呢个 HiFi 展咧唱歌，唱翻呢只 CD 当中嘅几只歌，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喺8月6日啊参观呢个 HiFi 展啊，听埋我唱歌。如果之前有朋友买未签过名咧，佢可以揾翻我签过名。如果你未买咧，可以买翻张。多谢你哋支持。各位好朋友啊，在这个周六的8月6日啊，我会在这个高级视听展，湾仔的高级视听展，就是 HiFi 展啊，来演唱我这张专辑里面的几首歌啊。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到现场听一听歌，支持我一下。那么如果大家啊还没有购买这张 CD 呢，可以来现场买一张啊，我帮大家签一个名，哈哈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到时候见，谢谢。多谢你对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为我痴癫。